没有这么大的袋子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姐姐啊，天哪，你的有没有拿下来？我的我没有拿，我的比我的跟你差不多多，要是拿下来太多了。我说你的挑出来了吧？我的全部挑出来了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你算一下，算一下多少钱，回头转给你啊。好啦，没事啦。这些都挺好看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前两天带来一张痛床，我们脸上都砸了，给阿妹用了一个收货地址，都邮到阿妹家了。我想拿回来了，就把它拆开看看。这回的衣裳分配不老均匀，尺码不要不老全了，就是谁有的号，然后就给谁买吧。还有点不老带劲的，以往买衣裳就是要买一个人一身就一个人一身，这回的分配不老均匀，俺家小孩嫌多点，其他人照顾的嫌少点了。现在发回来的大大小小有16-17件，不到20件左右。然后检查一下，给它分分，看哪是哪的，搭配直接搭配一套，省得说乱了。这又看着是个卫衣，这是毛衫卫衣165的，这是给肚子的。这衣服好大呀，这么胖，肚子那么瘦，170穿上完全没问题。这个套装是这样式的，我厚的也是这样块布的。这个是眼罩的。两条黑色牛仔裤，他爹俩一人一条，块老好，给他哥穿一样的。来个情侣装，这是给哥哥的，这是给石头的。这衬衣是人家给那马甲上一套的，也搭配的可好看了、啊。眼罩的，打底裤是给俺闺女的，配卫衣都乖，外穿都行的。这个不灵不灵的卫衣是给俺闺女的，这外套还是给俺闺女的。这个卫衣是俺孩儿的，下面的卫衣还是俺孩儿的。还是俺孩儿，这小衬衫还是俺孩儿。不整理没感觉，一整理发现还是少。大哥家的少，二哥家的还没买呢。嗯，还有这个多多的也不够一身，还缺个裤子嘞。就这孩儿的富裕了。这两天再给他们拿几件，一次打包发回去。该往北京发的往北京发，该往老家发的往老家发。其实平常也没有说一次性的买这么多东西，这不是赶上了。以前带的童装只能穿到150的，他们几个除了我小小孩能穿上，其他的都穿不上。这是个机会，这叫大小孩这回都能穿上了，都有他的尺码，所以说买的多了点，刚好过一段时间暖和了都能穿上。